吴先生是谁呢？ 你先告诉他人名，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。吴先生怎么了？没有，咱们也行，咱们也行。警察都敢呀？拿人质换钱。不能怪我了。你会事儿？我马上去找。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就不仗义？吴先生站那儿了，咱俩都有诚意，至少判10年。这一次，请你叫我吴先生。没有。